进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你。我没事儿。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说没事儿？这是我的工作，习惯了。习惯？对啊。你现在呢，也算我半个同行，不再是以前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屁孩了。 所以你应该知道，我为什么习惯。我没想到你是反恐处的人，我更没想到你从事这样的工作。现在知道了。知道。我的信号通了。所有的谜团都打开了。 你还心痛什么呀？直到今天，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当然有意义啊。至少让我知道，我爱上的不是空气人。这真的是我的错。其实。 我真的不应该跟你有任何交集。爱情这个东西，拿什么来衡量它的对错呢？放心，真的，你就当从来都没有认识过我。那我该怎么骗自己？ 来了，为什么？一个了结，一个结束，一个面对面的告别。是的，不然我一直没有办法释怀。如果我残废了，下半辈子生活不能自理了，你打算娶我？ 照顾我一辈子是吗？谢谢，谢谢你，王鑫。可是像我这样的人，下面我要干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也从来都没有做过要谈恋爱的准备。上一次不告而别，真的对不起。不用。 不用向我道歉。现在我脑海里谜团全部解开了。你的伤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都是皮外伤，很快会好的。那你好了以后，还会去执行任务吗？
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我不该问这些，是我得罪了。真的是第一次有人给我送钻戒。我爱过你，希望没有惊扰到你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问吧。曾经有一刹那，我发现自己也爱上你的危险，所以我选择了逃避。谢谢。希望你能找到真爱。谢谢。我要走了，今天晚上不会等你。周成明加油。你也是，一定要小心。不会的。谢谢你。谢谢你给我机会，让我去救他。不是谢我，是你自己的努力和你战友们的信任。我知道。那我走了。少尉，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了。保重吧。